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辉。家里的事情刚忙完，好几天都没钓鱼了，手都痒痒的了。好了，我咱们先过去了哈。兄弟们，咱们呢用玉米来打酵窝。咱们的那个饵料是用了玉米粉跟那个叶蘸。兄弟们，黑漂了。兄弟们，有鱼吃了，小罗非，哈哈。兄弟们，咬口还可以，用玉米打的窝还效果也不错，都是引来的，都是小罗非。有鱼吃了，有鱼吃了，哦，又给跑掉了。兄弟们，又咬鱼了，小罗非，来。兄弟们，有鱼咬口吗？你兄弟们钓了差不多有两个钟头左右了，我用玉米打了窝，一边打窝一边钓，已经钓了两条，还有两条小的，一条鲤鱼一条罗非。好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该回去了，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鱼货啊，先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鱼货。可以吧，你看，别给它走掉了。这条罗非，这条鲤鱼，哎，还有两条小的。兄弟们，我用玉米打了窝，还可以一边打窝一边钓，就是那个小罗非。咬口还可以的，还有那个鲤鱼咬口的，特不好的就是那个小罗威能闹窝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小辉的把小辉点个赞，拜拜，走了，回家了。